属老鼠，60年属老鼠的。对。啊，我的先生严团才。你是帮你问先生是吧？啊。你先生还活着不啦？活着。活着不要报名字的呀。活着不要报名字啊。哦，对不起。啊。60年属老鼠的是吧？对。想看什么讲吧？啊，他的身体状况，然后不好不好，讲都不要讲的。我跟你讲几个地方、啊、最糟糕的。他很固执啊。对，我告诉你啊，第一，他的颈椎啊，脖子这里不好。啊、第二，他的腰不好，小便也不好，身上有一个老太太。所以经常发脾气他是咯，他要骂人的，而且他发起脾气来要骂人的，还要扔东西，那是因为那个老太太在他身上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啊。他的妈妈还在不在啊？妈妈还在。还在是吧？那么有没有其他的老太太过去他身边的老太太过世的有吗？他的婆婆那些就他的婆婆是吧？啊，我描绘一下这个人好吧、啊、头发往后面梳的，她的婆婆是不是啊？眼袋这里掉下来的两块，鼻子蛮大的、啊、你认识不认识啦？我有看过她婆婆。你看过？是我这样讲的不啦、嗯、鼻子蛮大的，两个眼袋掉下来的、啊、头这个偏圆的，头发往后梳的，花白头发。对啊。是啊，你好好叫你的先生给他念经，不念经的话，你先生脾气会变得很不好的。就是我一直劝他念经，他都不要。不要的话，就是因为你不像菩萨呀。你自己要像菩萨，听得懂吗？啊。你要很认真，每一天就像菩萨一样对他，他就把你看成菩萨了。你一会儿讲讲他，一会儿嘛就又嘴巴里随随便便讲话，他不会把你当菩萨的，所以他就不会相信。很多人就是这样的。你叫他太太去度他的老公，他老公说：“你把自己修修好吧。”对呀、啊。你度我干嘛？他是这样子跟我讲啊。他是怎样子跟你讲？我也是怎样子跟你讲的呀。因为很多同修都有跟师兄他们都有叫他念经。对啊，啊，他就是说你先修修好，你修的样子好一点我才相信的，所以你必须要度他，就把自己修的好一点啊，你不要这个样子嘛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你不要泼泼嘴嘛就好了，你这个人良心嘛很好，泼泼嘴呱呱呱呱呱呱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好啦，讲他要那个什么，要小房子那些吗？要啊，65张。小房子。叫他放生啊。放生要多少？你先生有杀业，你知道吗？过去在家里啊。啊。杀过很多鱼啊。他不杀这些东西的、啊。过去。过去啊。你问问他年轻的时候有没有？哦、他身上很多鱼，缠在他的腰上，所以你要当心他的腰啊，非常不好。你知道不知道他的腰不好啦？有时他有讲他的腰不好。哎呀你老公还是我老公啊？讲错了，你老公还是我朋友啊？